彩虹女孩美甲教程。Hello， 仙女们，我是坤坤。今天生病了，嗓子有点不太行。今天做一个特别可爱的彩虹女孩的一个款式。我现在在做一个裸粉的打底两遍，因为换了这种形式做视频的话，也是第一次尝试，所以肯定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。打完底之后，我们先来做小围子。小围子用白色做出一个滴落的奶油的一个形状，因为真的是不想让大家错过每一个手指每一步，想让大家就是更细心的一点去学到更多东西，所以视频我大部分不会剪辑，但是会快进，因为害怕时长的问题，太长了大家会不愿意看，看得烦呀什么的。如果大家觉得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都可以随时说。然后就是这个中指我做的是一个彩虹，用了红橙黄绿蓝几个色，其实就是画出一个彩虹的形状。基本上每一个色去照一次灯，不用完全照干，就是它固化了之后你出来到后面再整个手放进去照干就可以了。彩虹画完之后，我们用点缀笔点出云朵大概的形状，再把它颜色填满，然后再画一个镂空的。接着就是食指是一样的，就是画云朵，这里我就不太多说什么了，大家就看步骤。然后无名指我们先给它勾个边，这个无名指要贴我最喜欢的那个饰品。你们有没有听出来我的嗓子有点难受啊？面积三张胶涂在我们要粘贴饰品的位置，然后把饰品摆好位置找灯。照完灯之后用填缝胶把它的缝隙什么的都给填满，这样不容易掉。然后大拇指就很简单了，我们先把星星大概的轮廓画出来把它填满，这个星星可以不用特别整齐，比较随意的一个星星。最后针脚涂抹免洗封层，贴钻的时那个一定要避开钻去涂啊，就完成了，选手就做好了。我是真的很爱这个款式，特别夏天特别甜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行了，生病好难受，我要睡觉去了，再见朋友们。